陈冠希和秦舒培这一对是越来越甜蜜，同时也越来越高调了。两人隔三差五就公开撒狗粮，先是秦舒培自曝陈冠希最打动自己的是三个字 I got you， 之后轮到陈冠希在杂志专访中高调向秦舒培示爱，称自己微博只会关注他一个人，并感谢对方送给他最珍贵的礼物女儿 Lila。 看到陈冠希和秦舒培这么甜蜜，相信不少人都大跌眼镜，毕竟当初 99% 的人都不看好这段浪子与名模的恋情。近日陈冠希终于在一个专访中透露了两人第一次见面的情景，过程原来非常戏剧性。那天天气很热，他一直不停流汗，秦舒培因此取笑他，逗他一种偶像剧的感觉有木有。陈冠希曾经在节目上讲过，喜欢女朋友对自己说 no，显然他不喜欢那种花痴的软妹子，秦舒培的性格无疑很对他的胃口。